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骑射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499集，那1400集开头的最后一次啊。那今天给大家挑是官方的传承系列 Leader Class 的雷射科波文，我们叫它雷射科。那么这次 L 级的盒子呢，终于啊可以把玩具呢完整的保护在里头了。那么我们就看一下啊，这个盒绘当然也是画得很帅啊。那么肩上有两个高耸的这个造型啊，这是 G2 科，或叫镭射科，它的一个特征。其实我早年呢，刚09年刚开始啊，准备玩变形金刚的时候呢，我也是收了很多的山寨。那我就在大陆工作的时候呢，我有买过一个山寨的 G2 造型的 OP，但是当时我也不知道它是 G2 啊 G 级，其实那个时候也没有知道那么多啊，所以这个造型其实我个人来讲。接受度是比较高，甚至我不讨厌，还觉得有点帅气啊。然后变形的步骤呢，30啊，确实是有那么一点小难度。它的一个下半身有没有觉得似曾相似啊？这个是地球崛起啊，还是这个围城的时候的那个 L 级的那个 OP 的下半身去稍微改一下，也非常接近了啊。然后一样是不规则形的这个切割的面啊，非常非常的不利于收藏。那么为什么我这个盒子讲这么久呢？因为这个盒子呢，其实我有一些其他的用途啊。因为 L 级的盒子还挺大的，如果你愿意的话吧，因为我个人是有在收集盒子的人了啊，所以呢，我会把这个其他的这个盒子呢，你可以把它给收在内部啊，再拿出来。它可以容纳一个 Deluxe 等级，Deluxe 内部呢还可以再收纳一个核心级的玩具啊，所以这个就一个这个是人家说什么套娃还是什么，你可以一层一层的。啊，这样子把它给叠进去啊，这个毕竟的话呢，空间还是有限的。这个 L 级的盒子你可以考虑啊，这样来做一个使用啊。这一次的玩具呢很难得，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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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久啊，没有看到官方是以交通工具的形态做包装。那么这一次的话呢，就是属于载具呢作为一个初始拿到的状态。但是我们节目呢都是先把它从机器人做一个开始，那除非说以后还有做改色，我们才会把它变成载具优先来做一个进场。那这一期的话，我们就以机器人呢变成车辆做一个分享。说明书呢很大张，还蛮厚的，那讲解也是比较详细啊。然后我个人是这么觉得了啊，如果它是以载具作为包装的话，其实玩具缺件的几率比较低，因为你变成载具的过程中，你有一个变形的过程，你组装的时候呢，有没有缺件应该是比较容易去发现，所以这一次比如说缺件或是顺边啊，就是这种情况应该会比较减少啊，我个人是这样觉得，不知道这个猜测是对不对的，但尽管是如此呢，我手上这一款的话呢，我个人觉得吧。还是有三个地方，我觉得是称得上是瑕疵了啊。第一个就是它的一个面雕的部分，它的口罩中间，各位看到我这个是一打开就蹭到漆面了啊。那我说呢，这个包装盒呢有把玩具保护起来，那先前那些 Deluxe 等级的话呢，暴露在外面的反正没事啊，但是保护起来的还是该碰掉的还是碰掉了啊，这个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明这种状态了。那么第二个它。比较一个问题的地方就是它的这个关节的话，在不能说这个紧实度呢，在这个货柜的部分呢，其实是比较糟糕的。货柜的话呢，你把它变形成这个形态，你把它拿起来，你一定会从哪里拿？正常我们会从这样子拿，但是它这个地方是非常松的，稍微扭一下，这个就松开了。这个地方是比较容易去松脱的。那么第二个的部分的话，则是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，你看，这个 C 型扣啊，非常的松啊。如果说你在把温的过程中呢，又不小心呢去有一个推错边或怎么样呢，它基本上就是整个好像被撑开一样的感觉，动一三天两头就把别人撑开啊，这个在玩具身上就是不是很好啊。反正这个部分的话呢，或者是说你要把它转过来怎么样，反正呢这样转过来它也是很容易掉，非常非常非常容易掉啊。反正我这个 C 型扣，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并不是很理想，然后。还有一个地方是我忘了，反正我当时我记得有3处，我个人觉得不啊，对，就一处是这里松嘛，一处这里松，所以我对这个货柜的印象其实没有说到很好了啊。然后摆放的话，各位你就可以有一些其他的玩法，那各位你再自己去发掘吧。那它跟机器人之间好像你要把它升高起来啊，把它升高起来好。对吧？你看，这个就一整个就松掉了，就非常非常容易
去掉了。如果说由上这样子，你看它又撑不太住，然后如果你这样子，或者是说你，还是说我扣错边，我也不知道。其实我觉得这个，然后再把它做一个旋转，那你看这个很容易都是去碰掉这个货柜，你看这样子，它也是撑不住。反正我就觉得这个 C 型扣的一个松弛啊，是我个人觉得它非常非常非常扣分的一个地方。那货柜的话，就不要讲货柜，就这个油罐车的部分，我们就暂时这样吧。反正我不提它了，它也不是重点啊。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玩具的本体，武器有两个，都是透明件啊，这个剑，还有一个是圆斧啊。这个斧头，我个人蛮喜欢这个造型的啊，看上去挺不赖。这个弧形我觉得有漂亮，以及它后方这个枪，你也可以拿在手上了啊，那你可以放在后面补充这个洞。那其实平常的时候呢，它是应该放在这个货柜，不是货柜啊，就是这个油罐车的正上方这里，应该是放在这里的。然后这个 C 型扣啊，就是哎，我就不知道怎么说了，反正这个一直掉啊，就感觉就是个人感觉非常非常的不爽啊，这样的。就一天到晚你光是整理这个东西的话呢，你就已经没有什么兴致了啊，好吧。然后它的武器本身，握持的话呢是没有问题，握得很紧。然后这里你可以看到这里，它是有一个凸的，所以你要顺着这个边才能够把它给拔出来，因为转一个方向就会去卡住。那么斧头的话呢，斧头的话倒是没有这个限制，但是它斧头握持比较紧，在这边。那这个玩具其实我拿到很多天了，但是就刚好又被公司叫去加班，还有一些其他突发状况，而让我就没有办法赶快把它拍完。那这个地方卡进去的话，照理说是这样子卡会刚好，可是呢，我感觉有点恐怖啊，因为，它这个是透明部件啊，如果你卡的力量不对的话，那位置不对的话，好像是容易去有一个白痕的。目前是没有发生，但是我预测它可能会有白痕。那这样子就可以变形成一把更长的兵器。那这个武器在握持的时候，因为它手开口是在下，所以这个地方你要把它固定住。这样子的话呢，拿武器会比较 OK 一点。那么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最终大宝剑的一个形象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背后这个地方小空洞啊，然后下半身刚刚已经有提过了，它是官方围城的那个模具下去做一个小小的改变的。那可动的话呢，还算是可以。那头部的话呢，给各位看一下，还蛮紧实的，是一个球形关节。手部的话呢，这个地方掀开之后呢，可以往前面动，往后也可以动到这么多，平举没有问题。但360度的转动的话呢，是会被这个肩上的这个造型去限制的。那和会有提到，它是可以打开发射炮弹啊，但是它只有这个打开之后里头有透明件的这个子弹的刻画啊，没有任何弹射的机关去发射。那么我提一下，这个玩具呢是 Leader Class 啊，如果回到10年以前 Leader Class 这种地方的话呢，我想它是必然会有一个弹射的一个飞弹装置给我们的。但是时到今日也就不苛责这些东西了，二头肌的转动啊什么的。那它的这个二头肌转动的话呢，你如果转到这里，你看到没有？它会有一个断剑的一个就是一个分开的一个情形啊，就给各位提一下，这不是很大的缺点，但是你知道一下就行了。叫前后左右踢啊，这个接地什么都有啊，还算是中规中矩的一个可动。那整体造型我个人是算得上是喜欢，那可能有人觉得这么大的一个垫肩，它是不能接受的。那其实我不能接受的还是这个货柜啊，就是各种的一个不是很 OK 的一个手感呢，啊，然后也整个是比较偏软，然后这个武器啊，就给各位就拿下来一下，你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武器的话呢是可以安插在上面啊，这样小心的把它给打开，你稍微合并一下，然后武器是这样子，它这个地方有两个凹槽，你可以把它这样子扣上去啊，会很完美的收纳在货柜内部。那么呢，你也可以呢把它给安插在那个卡车的底部啊，然后这个武器在这边，我们就可以把它给扣在这里，这里有一个结合的一个位点，好，算是一个完整的收纳了。然后它把它变形成这个，它这个一直掉，我已经懒得去整治这个东西了啊，这个合并起来也就非常的简单了，这样合并起来，然后这个。对不对？我已经不想去把它给特别弄起来了，反正这个地方能够扣上就行了。这样组合起来，
然后就形成了一个货柜。那这个货柜好不好看？我真的觉得是很好看。然后这个地方虽然喷漆，这个漆应该是用喷的啊，有一些小异气喷到，但是我觉得还，我觉得真的是，我是真的觉得这个无所谓了，看着还蛮逼真的。然后上方啊，这个炮的话刚刚有提过了，这个炮是可以拿下来的。然后这里后方造型给各位看一下。我们来示范一下啊，这一款 G2 变形啊，刚忘了把这个胸口这个地方把它给往上挑开啊，它这个领导模块是可以拿出来，但是卡上去之后呢比较不好抠，我就不特别拿出来，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啊。那我们变形的话呢，我们怕忘记，我们先把这个脚的话呢斜肩斜后跟扣在一起，两腿做个合并，膝盖这个部件呢给翻出来，因为它比较容易去忘记啊，到时候又胡服骑射日常漏变，对不对？腰部翻转180度。腿部的变形呢，到这边就结束了。再来的话呢，我们手的话呢，是把它往后面推出去啊，转一下，把它给收进小臂里头啊。这个地方是非常简单的啊，这个地方推出去，拳头直接塞进来就可以了，放进去。再来的话，我们的变形过程呢，是把这一个胸口跟背后的部件呢都给打开，这个肚子的话也给打开。然后整个打开之后的话呢，我的建议吧，我们是先把这个手臂的话呢往后面推出来，往后面这里推出来。再来的话，把背后这一块部件啊往斜后方抠一点，往斜后方抠一点，为什么呢？从这个地方把它这个地方，因为它这里这一块凸是卡到里头去，所以我们要把它给打开，打开之后它才能够顺利的翻折出来，两边都一样翻折出来。好，翻折出来之后呢，本来是这个形象，我建议呢这个时候把腿往后面摆过来。那么呢，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正式变形的一个基准的一个面了啊。那我们先把哪里呢？先把这个 OP 的头给处理一下，头往后面推过去就可以了。再来把这个板子的话呢，这一块部件啊，它这里呢是没有打铆钉的，所以有时候呢在变形的时候呢也是有可能会掉出来的啊。往内折之后，然后呢翻一圈，往内翻出去，你看，一说就掉了。你看这个部件也是掉了好几次了啊。这一次的这个玩具的 QC 啊，我就觉得反正不是很理想。好，折进去之后呢，我们把它给翻折，整个的翻一圈，翻到哪里？翻到这里，这个蓝色的这个部分，翻到两个这个车头的中间，然后利用这里的双动关节啊，往前面推过来，就整块推过来，两个这个车头啊做个合并，那这个地方往内推进去就可以了。好，到这边，好的。那我刚刚提过了啊，这个地方对不对？这个博派的标志是我们的根本，我们就这边把它作为一个基准的情况下，这里把它给推过来。哎，是不是觉得不是很困难，对不对？你这个地方捏住，你就知道它是整个车子的一个中心点。然后这是车尾的轮胎嘛，那车头轮胎就一定是在这里了。那最后就是这个手臂啊，这个手臂的一个收纳是这样子，把它给放进去，躲开，放进去，到这边之后呢，往内放下来。然后这里不是有一个凹槽吗？这个凹槽就是要跟刚膝盖的这个凸啊，要等一下去跟它做一个结合。那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，我们先把它给转进来。然后记得这个透胶的这个部分是转到内侧去的，把这个手放进来，到这边往下放到这里了啊。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两个地方啊做一个结合了啊，这里扣上。好了，后面就这样子就扣上了，前面的话呢就稍微的再去严丝合缝去对一下。最后再做一个调整也是可以，然后就把这个部件，就利用这个双动关节盖下来。那前方的话呢，有两个组合卡扣，就记得把它给扣上就行了。最后就是，稍微再捏一捏、推一推啊，把它的一个裂缝啊什么的再调整小一点。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，它是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在这里的，这边也是一样，都有一个。这个地方看到没有？这里有一个凸。反正呢，就是这一块部件盖下来的话呢，是最后的最后了啊。那我们在车变人的时候呢，也是从这一片先往上掀，等于是把它整个做一个大解锁。那这个我们这一次雷射科波文的一个变形过程呢，就算是大功告成了啊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滚动性啊，还算是可以吧啊，那应该可以再变得更好一点，往下再推一些到这边啊。但是你这个地方 OK。 那刚刚的武器的话呢，因为我已经把它收在油罐车里头了，不然的话呢剑也是可以插在这里，然后这个圆斧可以放在后面，可是圆斧放在后面的时候呢，会干涉到我们这个武器啊的，会干涉到我们这个货柜跟它做一个组合。
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车子的一个细节。其实它的车头我觉得好看，特别是这个银漆的一个部分。然后火焰啊，这个应该很多人很喜欢。我也不太记得 G2 科博文到底有没有火焰纹，还是受电影系影响之后才有一个火焰纹啊？有一些角度来看，帅气度还是有。这个黑色也是有一点哑光，算得上是好看的。然后两侧，你看它两侧的造型啊，其实是没有一致。我不知道我这个腿是怎么回事，反正我觉得，我已经，对不对？应该没有什么错件吧？因为这个好像本来应该两腿应该是应该要，反正就是，反正就是这么回事吧啊！这造型各种奇怪，反正这一次的这个玩具，我是觉得有一些很不可思议的一些小地方了啊。那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整个货柜合体之后的形态，还是蛮巨大的啊。整个造型的话呢，是大概是2.5个 Deluxe 等级的一个长度吧啊。那你如果说要跟它做比例搭配的话，你当然是要找更小的车辆了啊。那推起来感觉还不赖，那整个配色也算是比较舒服的啊。那我买的价格不算贵，当然它也不是很便宜啦，台币在1650块钱，含运费左右。那我听一些B 站上的朋友说，好像这一款被这个在大陆好像被垄断还是怎么样，不容易买到。那我个人觉得吧，这个可是 OP 你不收要想很奇怪，但是单纯就玩具的质量来说的话，我觉得这一款其实并没有说达到我会让他说他是满意的一个状况啊。当然，如果有其他情怀的加分那另当别论了。那今天的话呢，就刻意放慢 tempo 的，慢慢的把这一款玩具给聊完了，作为我们1499集的更新。那多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